我们的蜥蜴已经被抓走了，幸好狗没事，蜥蜴也没事。那只蜥蜴会被送去丛林，希望它可以过着快乐的生活。 我们要不要来预测一下？猜它会朝向哪一边？对，你要猜这一边吗？我猜这边好了。<笑>要打开了，出来吧。直接爬上距离它最近的树，<笑>太棒了！摩根史都华今天都耗费了不少力气，幸好任务顺利完成。 托许家平安无事，狗可以回到后院，数据蜥也有了漂亮的新家，这里很适合它。